蔡聘基素和男神演员安普贤八月被爆出正在热恋中，还被拍到在女方家中的约会照，而双方火速承认恋情，表示抱有好感，正在了解彼此中，让两人的粉丝们全暴动 QQ 失恋了。不过也相当祝福这对高颜值情侣，没想到两人认爱才两个月，竟传出已经分手了。据韩媒报道，基素和安普贤最近因为工作繁忙，渐渐变得疏远，已于近日结束恋情。而 YG 娱乐也马上回应，表示基素确实已经跟对方分手，证实情断消息。两人的恋情曝光后，虽然收到许多祝福，却仍没撑过三个月就见光死，让网友们纷纷表示惊讶，也为这段超短恋情感到惋惜。不过安普贤正处事业上升期，基素也传出将出演灵异片《附身》和漫改电影《全职读者视角》，还有 BLACKPINK 与 YG 的合约还未确定，粉丝们都相当期待他的未来发展，也祝福两人都能越来越顺利哦。